Fast Boys 已经成立五周年了，一路走来，三个少年付出了太多，每一步都没有让粉丝失望，甚至可以说每一步都是惊喜。不管是小凯、圆圆还是千玺，都足以令每一个粉丝骄傲。而 The Fast Boys 迎来五周年，三小只和铁金木落下，也是让粉丝们感动不已。一直以来，三小只都非常感恩，即使经历了五年的当红时期，三小只脱口而出，但还是感谢粉丝，自己也会尽最大的努力成为更好的人。这就是章子怡曾经说的不忘初心。在演员的诞生中，他觉得王俊凯很纯粹，而 The Bad Boys 到今天也是用行动证明了，即使飞得很高，但是他们一直都不忘初心，一直都向前奔跑，一直把粉丝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。王俊凯、王源、千玺都不忘初心。章子怡说的太对了，在 The Bad Boys 成立一周年获奖的时候，三小只意气风发地表示谢谢大家，他们也会用最大的努力做好自己，不会让大家失望。而在五周年的时候，他们全都做到了，每个人都是粉丝的骄傲，当然他们也不会因此止步，因为他们还有十年之约，之后还有更长的路要走。希望他们一直都能彼此相伴，一起进步，一起成长。就像 MV 当中说的一样，十五六岁交的朋友是一辈子最难忘的朋友。